还有几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先吃个饭，走。嗯。 杜军，菜单。你坐后面去。爹，没事。点菜，你爱吃什么点什么啊。来，嗯，这是一家西餐厅，有冰激凌，你吃吗？啊？这小子还算机灵。 吃完饭以后，咱们可以去街那边看看，好吗？我每次路过这里，快跑！ 坚持一下，啊，坚持一下，子哲。